爸妈寄回去。这个是唐老师的，然后这个，哦，这个好像是给房东的，这个是给古爷的。哎，等会儿，杨振振，你就直接给我看一下，给我的，你送给我的。这是给夏园的，谢谢啊。这个还是给夏园的，还有这个还是给夏园的。哇塞，振振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是最好的，爱你啊。哎，这怎么还有一个？没有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是给谁的。这是我个人隐私。哎呦，我又不是不知道你是给谁的。哎呀，杨真真啊，杨真真，你放心吧，没人跟你抢于子睿，你把他当个宝，我还觉得他入不了我男神名单。于子睿哪的？好，他挺好的，那他为人挺绅士，然后笑起来挺阳光的，是吧？就是啊，你看我对他的笑容一点可抗力都没有。哎呦，可这种仅仅是用心暖男，我总觉得以后没什么太大的出息。你想想啊，你现在跟他在一起，只能图他对你的嘘寒问暖，差点意思吧？那是你不了解他，他可有梦想啦！有梦想，每个人都有梦想，我们俩还有呢。可你看他一直在酒吧里面混，离梦想应该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吧？反正你不了解他。好好，我不了解他，反正我觉得于祖睿这个人当闺蜜是挺好的，当男朋友吧。还是郑伯旭那种又有钱又帅的比较好。你疯了吧，我跟你讲，郑伯旭那种自大狂，谁跟他在一起那就是一部灾难片。他怎么不好了？那是你不懂得欣赏男人。你想，他又帅还有钱，最主要的是我其实就喜欢他那一副拽拽的，然后那种目中无人的状态，特别好。你那是中了霸道总裁网文的毒。是，只可惜他是个偶像，我呢就只能算他一个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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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迷妹，是没办法跟你沟通。哎呀，说了这么多了，你打开给我看看，我帮你评评分，看看你送情人的手信怎么样。没有，开玩笑，这么大还包的这么好呢，你快快快。咦，好，你弄你弄。哎呀，你快点儿。丑一就这一个，不好看吗？啊，挺好看的，挺细致的，不错不错。不过它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的，反正我觉得也不是特别贵吧。要是我，我不愿意收到这样子的礼物，我还是喜欢你送我的这些。天，不能吃不能喝，还又易碎，而且又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，这可不就是爱情吗？真真啊，能从你嘴里说出这种酸不拉几的话，也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吧？哎，你真的有这么喜欢他吗？其实之前我也没这么觉得。你呀，现在一副暗恋爱晚期，再不治就没得救了。这本来就是不治之症。两字，表白。可是我……哎呀，杨真真，你就别可是了。那他不是马上要参加一个什么选秀节目吗？就这样，如果他赢得了冠军，你就把这个当成礼物向他表白，我赌你成功。那要是没有呢？你怎么不盼点别人好呀？如果没有呢？那你就可以把自己呢献身给他，当作是安慰奖啊。哪里有黄豆？哎，干嘛？我在替你出主意呢，我在替你出主意，你害羞也不羞耻。
开来呀。杨真真，过来一下。哎，来了。你说我明天通告穿这件衣服怎么样？你不是一向觉得我挺 low 的吗？你跟了我这么久，我看看你有没有进步吗？我觉得你明天要当嘉宾还要唱歌，是不是换一件舞台感强一点的？行吧，我知道，就这件帮我熨好，谢谢。都不要听海梦，你的审美还是很 low 啊，一点都没有提高。跟你不一样就叫 low 吗？我还觉得你 low 呢。还有一点可以充分的说明你的眼光很 low， 就是你喜欢余子蕊。我你什么你？你是不是喜欢余子蕊？关你屁事儿！哦，不回答就是默认了。这是我的私事儿，无可奉告。我实在是太好奇了，你怎么能眼睛盯着余子蕊而忽视我的存在呢？啊？不是于子睿哪儿比我好？难道我的魅力还比不上他？你为什么会喜欢于子睿而不喜欢我？啊？我为什么喜欢你啊？你千万不要误会啊，我对你没有一点的感觉，我就是想不通，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讲，我都比于子睿强太多了，而且没有可比性。在墨西哥的时候，你跟我说，你不喜欢我，好像是真的，那就更奇怪了。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？我觉得你姐说的很有道理，你真的是智商需要充值了。方逸然从小就是学霸，成绩秒杀所有人，他有资格说，我你凭什么说？就凭你喜欢于子睿这一点，就代表你的脑子确实不少。我就喜欢于子睿，怎么着？碍你什么事儿啦？是不是觉得全世界人都喜欢你？真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招人厌，是不是？你说我招人烦，谁烦？我。我现在就特别讨厌你目中无人、狂妄自大的，真的是所有人都骗着你、哄着你、惯着你，真是给你惯坏。听你的意思，别人心里都讨厌我，但是嘴上不说。不然你以为呢？只要是一个正常人都会讨厌你，好吗？只有你觉得全世界人都喜欢。哇，你恼羞成怒，开始说胡话了。你以为你这样就能打击到我？那你真的是错了。就我的个人魅力而言吧，我还是很有自信。对不起，是我的问题。刚才试图跟您这样的人去尝试着沟通和交流，您呢，爱怎么想就怎么想。您的世界我也不懂，所以希望我的世界您也保持距离，好吗？那不行，你是我的助理，我有责任关系。不需要，谢谢。我的衣服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报复我呢吧？我赔你一件吧，这白衬衫我在京东全球货上给你买一件嘛。京。这件衣服是我姐方逸然送给我的，全球限量版，就一件，你怎么赔我？我在桌里有一通电话进来，电话号码是接听的电话。我子睿，等会儿。真真。哎。嗯。我进入了明天晚上的决赛，你会来看吗？当然会啦，礼物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到时候你拿了冠军就送你。但愿吧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公司的常老师教了我很多演唱的技巧。其实这一次我还蛮有信心的。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。嗯，明天我去现场给你加主位。好，那你先忙，咱们明天见。
你吼什么呀？你凭什么偷听我打电话呀？于子睿啊，你看看你这副嘴脸，你看你跟于子睿说话的时候那样，对我就这么不友善。那陈一，咱商量商量呗。你当我这自由市场吗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那你就说买不到了，要钱我也没有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在机场买衣服的时候，怎么没看你这么省？倒是挺大的。那还不是因为你？因为我？哦，你工作的时候不需要穿得得体一点吗？你的行，我知道。我知道你赔不起，知道你没钱，我给你分期付款，打三折，直到还清为止，可以吧？